帽子应该应该。哦，对，不会，没有，这老师也不会让他上场。不是啊，不是生病吗？来弄一弄。太危险了吧！后面裁判挡在那边，不太好拍。没有，他握手，我先说，你就拍一下。哎、欸，我们吗？对，我们。OK。
快，打快，打快，打快，让对方急要防。第二个防守不要那么 push， 到时候你犯规下去就麻烦。第三，你们两个拿到球后就往里面打，就往里面打，不要再传出来，就往里面打，不犯规就好了。打快一点，我身体稍微热，你们打那么冷，现在天气很冷，要打快一点，拿球就快一点打。走，第一就看，加油！他就在那边。对方看他们球会砸我们摄影机来，怕他们砸过来啊！刚是被撞到，没有吗？拉的。
三分，他三分，帮我拍到，拍到吗？三分圈内了。看哪一个？可是，但是你现在到站啊。可是你这个，没有一个。继续啊！要轻点啊！要切，要切的。只有莲花。不用啦，那个，那问题是背光啊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这场节奏好快，让我们有点无法。翻球是什么？不能吗？要运过，从后面加运过。哇！有我录到啊，我录到他的脚，那太好了。他的脚有点问题，哦，一掉一下好了，那近拍近拍。
们应该是两分的。他们两分。我跟你们讲，切进去往里面走，想办法把球带到前面一步，再向里面就开始去切。对方那个很简单就把它守下来，然后篮板拿下来就可以。等一下你不能拿篮板，你们会把篮板拿好。攻的时候靠近一步里面去向里面走，看懂吗？接下来时间要接防守。拿着球往里面走，拿着球往里面走，就让他们犯规，就让他们犯规，就上来，就上来。然后你就抢进攻篮板了。你今天这些不要想得分事情，就去拼抢篮板就好了。能够得分吗？谁下去？一人下去，你守前锋，你不是还守前锋？控球，控球就好了。对，你控球可以给就给，不能给，大部分时间把它切进去，把这个时间把它磨掉。来，因为，还是。你们先讨论，喂。我这，我笔电放在那边，你先放，你先用啊。再闻一次，拜拜。哦，不够亮了。按了怎么办呢？
手脚快点。要我介绍阿牛，跟他讲说你把皮带接关起来，他没有搞定那两个，你们到现在不是很紧张的要死？对，又怕对方那个乱投了三分球乱进，对方一进就更怕，那随便投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乱投乱进，啊、你们也害怕，那个毛怕。对，再来就是卡位了，为什么会让那两个高个子在你们前面走来走去呢？那两个高个子在禁区里面走来走去都没事一样，我跟你讲，你们后面的锋线一定要卡住，卡住不只是这样挡他，帮助军在哪里？
只要有人出现在你前面，你就要检讨。有人跑到你前面去，就要检讨，不是让你跟他比较高。我跟你讲，再往下打，更会跳的，更会是比你高的，更会是。我就看到好几个比你高的，他们用身材卡住你，你怎么办？你连跳的机会都没有，你跟他比怎么跳？只要进去里面出现的，就是有问题了。所以在他还没出来的时候，就把他卡出去。抢篮板也是一样，抢篮板的时候，各位啊，是这样子啊。哦，老师，罚球的时候，我看看你们两个人怎么想的。好，罚球了，我就为了手高，罚球好，你要比跳高，那比高怎么办？所以你进去，你怎么跑直的呢？你要插到这里来，罚球。不要真打他，不用真打他，把他卡进去。你的第一步起得比他快，他就进不来了。你走到这边，就是让他在这边把你挡住而已嘛。你跳的有人家高吗？对不对？你要自己的脚步，两边都是一样。所以防守篮板拿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把他拿下来，拿下来很快给。控球，现在目前你们控球是吴亦宏，就吴亦宏，吴亦宏你把球赶快先找到最前面跑的，跑了，我现在看起来就是薛晨宇，你赶快给薛晨宇，给不到，跑到这边也暂时不要停，暂时两边倒一下，你把球 pass 过去，马上再要回来，就往里面切，下一场就要做到这样，要不然我跟你讲，你们就不用碰到中后脚之前，你就再也看不到中后脚了，知道吗？好，来，这样打不好，下场再把它表现回来，一二三，加油！我要有方军，方军你跟着过来一下。方军，方世军过来，方世军，哎，你不要，没几分，快攻跑不起来。我们今天的缺点有两个，快攻跑不起来，还有失误太多，我们走步太多，要修正一下。我发现我觉得黄哲宇你的很明显，你会先往后退一步，他往后退一步裁判都会抓。你懂吗？还有，你也知道，我知道，可是你是会牛，然后另一只脚要动，那你怎么抓到我？知道，再放进。今天没有篮板，今天打球太少，都没有，就是上去站的，都没看到。还有，为什么我们快攻跑不出来？我觉得防守没有压。我们前面开始打很好，西比那时候就很好，然后来被那个进了一个十号篮开始讨厌。我觉得一线太好被做了啦，一线就前面啦、啊，我知道，然后人家打快攻不犯规啊。你要打快攻，你运球运到这了，要断他球，他这样运下去要做你犯规了，然后就没有人要犯规。你就算你吓他，他收球都不好使。因为你今天示范，我示范了，三犯，我示范。老师说你示范，因为最后场上吹你，可是老师在场下他说，如果好像是裁判没有抓到，然后就是如果是你换，如果你示范的话，我就要上去顶你。结果裁判我没有示范，好像没有，不是，他不吹你。所以那个好像是黄哲宇的样子，所以我好像是你的，你知道我要问他几号了，不是我犯规，关掉了，就不要犯，根本就视角问题，我手摆着，我都举起来了。我有那首最倒霉的那一球，明就没打手，超明，这是因为不知道是刚好我有跳起来，然后我有打到声音，然后就我有冤枉吓他，完全没碰他，你根本跳，你没有跳到比他高，所以你根本不能打到。就是，不，我在他上面，可是我连碰都没有碰到他，然后你就吹了，你被吹了。哦，那真的超冤枉，你知道吗？抓走步，还有你走步要改善，你太多走步了，看防守犯规。他这两个一个走步，吴亦宏就两三个，黄先抓，然后抓三个，没那么少，跟我差不多，好多。然后吴亦宏那个，我记得抽墨迹的话有两个失误，在那边。好了，你们有没有抓的？现场，下站。您关了。哎，好了，姐，摄影组也来，摄影组，可以啊。好了，好了，没有了，算了，不要。一二三，加油！加油！我为哪来的？我也过去了，加油！我可以过去。我还要打吗？